頭先警方咧喺下角度咧，發放咗多枚嘅催淚彈，有示威者咧一段時間之後咧，慢慢繼續去金鐘站呢一邊。剛才咧，警方咧都呼籲咧記者要散開，如果唔係會發放催淚彈去驅散。剛才較早前的時間，警方出動過水炮車，亦都發射過這個藍色水。射向記者和下角度的示威者。我哋而家去翻太古广场呢个方向，见到示威者咧接近呢个路障。我推動喺呢度咧，我係等下同我哥仔同我哥仔。
消防员到场咧，火熄之前怀疑咧焚烧过嘅最后物，呢度系芝麻街，金钟芝麻街。 消防员咧尝试清理咧呢啲嘅烧咗嘅残骸。 暫時咧，示威者喺烏德法院外咧留守。 唔知係咪準備緊下一波嘅行動？
水炮車和大量的防暴警察在這個示威者的環境進發中推進中。為呢一示威者咧，投放呢個汽油彈。
咁警方咧已經喺廣場對出咧建立咗佢哋嘅防線。示威者咧已經向後退到向後嘅位置。Thank you.